要说当今武器世界哪款个人单兵装备颜值最高，做工最精良，小编觉得这非 HK416 突击步枪莫属。它凭借独特的设计和出色的性能， HK416 突击步枪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瞩目。这支突击步枪由德国黑克勒和科赫公司研制，因其稳定性、耐用性和精度而备受赞誉。 HK416 突击步枪的外观设计简洁而现代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了自由浮动式枪管，这是它能够在各种环境下保持高度稳定性的关键。此外，它的导气系统也经过精心设计，确保了在射击过程中枪管的稳定性和精度。 HK416 突击步枪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可拆卸式弹药匣，这种设计使得士兵可以方便地更换弹药匣，而无需将整个步枪从肩上卸下。此外，这种设计也有助于减少枪支的重量，使其更易于携带和操作。 HK416 突击步枪的精度也是其备受赞誉的原因之一，这支步枪可以安装高精度瞄准镜，使得用户可以在远距离精确打击目标。此外，其枪托的设计也考虑到了人体工程学，使得士兵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更加舒适。 HK416 突击步枪的出色性能和外观设计特点，使其成为了全球范围内许多军队和执法机构以及雇佣兵的青睐之选。然而，这支步枪的生产和销售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一些人认为，这支步枪的制造和销售可能会违反某些国际法规和条约，因此，各国在购买和使用 HK416 突击步枪时，需要充分考虑其法律和道德责任。虽然存在一些争议，但它的优点足以使其成为许多国家军队和执法机构的首选单兵武器。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几个片段来欣赏下这款高颜值、高精度、高效率的武器在靶场上的表现吧。